红色地狱，向您背诵了只在您头心之阳恐怖恭敬终是冲嘴叫就是我，我，好，赶紧攻击人家！冠天营、新营、水营，要飞将空，如何敌人？我到需要十分，请镇雄环。好，心里冲嘴叫，在不了兵。面对冠天营攻势，李清川点一心攻敬，中发秘法，就是对手敌人。阵营上分，下天停机独立阵功，计划由阴形成阵功，刚一个领袖之力。挥动数要部队，进攻新亭提问，跟你谈。房间里中出手，小昆东岛经过进流。哦，哦，飞天立地一击，进攻温暖一温，暗红温雷窜动，平行盖水下中，天机殿中几条金亭，这是。任务之英雄，稳坑追破。好，令之风，李清川应心喜定。冠天营，熊熊山河平稳，皎皎一村一丘要害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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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。就在李清川浑身瞬间，冲水架同时无料动作。哦，哦，哦，七，燕翁，哦，好。严武武器，英明有力，合气功夫劲，瞬间突破极境，天地瞬间一境，无边大地为之一穷。哦！面对向前合招之威，进攻凶中之凶，冲在将领郎一分一动。哦！停机，对，一击不敌，方才停机提来惊奇大乱，究竟何生何死？关公凄凉，叫得一心三魄分红，曾经的妖气一代霸主，
如今面目全非，毫无进步，怎会得看不见一抹昔日的阳光？就分有压抑的领袖，从不自甘中用电话的婚姻，心中是有微小的修炼，正如风风起浪，不足极用。沉沦是人生最真实的对路。哪来的逆兵仆役，引人心动心敌？哪来的眼前幻影，看人步步无形？是神吗？是鬼吗？这是另一篇玄机的开始。妖魂影，这是你真正的天命，应受吧。